八段锦，八段锦，嗯，对，脑神经好的，眼耳畅，胃病好的，垫脚跟哦，原来是垫脚跟哦，垫脚跟缩小，提肛提肛，气才不会跑掉，限制眼耳畅胃病，改善了哈。双手合在一起是阴阳，阴阳合一耶。身体健康，帮助身体健康耶。